是宋炳祥的参谋岛。世界佛教振兴会指导上师恒信嘉措仁波切带领弟子将17吨的大卡车改造的行动佛殿开抵到归仁运动公园，特别起见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秉持敲佛传承力感召观世音菩萨亲临坛城加持6道众生。12月14号到12月17号将到安平区永华市政中心旁香雅广场，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国泰民安是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祈福。市长当选人黄伟哲也出席世界佛教振兴会在归仁运动公园所举办的祈福法会。黄伟哲说，世界佛教振兴会将行动佛殿开到全台各地相当的不容易，对于人心净化以及劝人向善行善的宗旨他全力的支持，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共沐佛恩，能够有更好的福报。主办单位在法会之后跟当地善信一起发放爱心物资给独居老人等弱势族群。我相信世界佛教振兴会它的一个宗旨，以及它在全台湾各地所举办的行动佛殿相当的不容易。那我们将来对于佛教振兴会所举办的相当对于社会人心净化，对于礼佛尊佛能够劝大家向善行善的这些活动，我们都全力的支持，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市民、更多的好朋友、更多的同修，大家来共同礼佛，能够共沐佛恩。